有四级的哦，四级的。屌的呀！那边好一只，那边好一只。哦，这是谁吗？是谁的？哇，那我的。你的。对。兜龙不成功。再一次可以。耶，胜利！哎，等一下，看一下世界熊，世界熊熊，世界的它这个是什么？什么啊？我的是拓展内在逐步出路。我也是。哎，暗夜你的嘞？我也是。43，拓展内在。哇，那这么好哦，对我这么好，哎、欸，东西超多的，你看，现在我碰不到。你这有捡到了哈？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这样子很多吗？那超多的、啊。这样子很多吗？我觉得很难。我觉得那个怎么讲？我在船上来。可是我觉得很少哎、欸。他这个是那个家具抽那个新彩换的那个音响，他动了，卡住的、啊，达菲熊，我会觉得我们两个怪怪的在干嘛？我们要参观他的家，哎、欸，他是。他在问号，问号，打飞熊，啊，我们继续看一下，他家好大哦，他跟在你后面呢，哇，这是他一个人盖的吗？哎、欸。我跟你分到杨彪之后，他跟在你后面。啊、真的吗？哇，这个大猫猫！哇，这地基好大，这应该不是一个人盖的吧？我、哦、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。这边有一个。这个家我觉得是乌龙派出所看太多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他这个，啊，这是夜店的，这是夜店的，哇，这个也是，这个就是夜店的，这1000多的样子，夜店风1000多，哇，加上那个玻璃就快三千多了，快4000了。来看看楼上。哇，这边都是夜店区啦。那我们去那个楼梯看一下，楼梯看起来很厉害，觉得很需要。我觉得可能会走到头晕吧，那个。他应该只是造型，他不是给你爬的，他造型而已。我觉得他这间好棒哦，他这个，哎、欸，我看了，哎、欸，你要来看一下，哎呦，哎、哦欸，这样还不错啊，嗯，他也不会被限制住，没有啊，就直接这样，对啊，看的我都想要刻一下了，可以，哎、欸，看一下前面，你真的要爬那个楼梯啊？不要，你跳过这个楼梯。没有，他上不去啦，他可能要爬一下。啊、没有，他就是要没有，他是交错的，他是交错上去的。好，我放弃。我觉得呢，我们慢慢往上去吧。哎、欸，是可以的，就是有可能要多爬几层这样子。上不去算了。
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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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一间没参观到啊。哦，这个是室内的、欸、这是室内的不一样了。哇，这什么58耶，58这是 LED 墙耶。这是什么心碎小鬼的。哦哦哦，哎，还有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才叫才叫，哦，它有音乐。我发现他们都盖这种正方形的，然后因为玻璃，所以采光比较好。因为他们这边都要搭配弧形的构造，所以他们一定都是正方机构为正方形机机架为、欸。去看一下他那个，啊，去看一下这个。它、啊、这个是并在一起的、欸，对啊。其实玻璃房也不错哎、欸，玻璃房它就不会遮挡阳光啦、啊。你知道那个多塞塔那边全部都是都是裸空的吗？然后全部都是石头，果然我们这边都是 PPE 的。哇，夜店呢，蹦蹦蹦蹦蹦！哎呀，这个为什么是绿色的？自己盖的吗？哎，看它这个，我们都只有一般黑色的啊，它有其他颜色的。对，它有其他颜色的。还是它有皮肤啊？类似那种皮，应该是应该是皮肤吧？有可能是买或抽的吧？这灯还蛮好看的。哎、欸欸，你看这条电鳗会跳舞哎。欸上去看看，我为什么就，然后上面是平的，啊，那就没东西啊，啊，然后下面就比较一般啊，对啊，看那边红红的，代表可以打防御力，对啊，没有防御力包嘛，就像你说的。哎哎哎！你看一下他们在干嘛？四肢都在那边挖水啊！月白色的啦，他们都在捞捞水。这个也可以帮忙捞吗？那个人举枪举枪哎，他对你举枪哎，把手伸起来。把手举起来，把手举起来。哎，他懂玩哦，这个懂玩哦、欸。好人好多、哦，他们每一个都带无人机。对，我都以为是小号呢、欸。这还不错，在附近而已。对啊。看一下，完全客满。哎、欸，章鱼、欸，等一下，章鱼先生在浮游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在哪边？对啊，他在浮游阵营。他在跳舞啦，你跟他跳舞啊。啊？你跟他跳舞啦。啊，跳舞。跳舞啊，哪一颗啊 ？NK 啊 ，X。X 啊，跳舞又不是啊？哎呀，为什么？跳舞跳舞，我来个伏地挺身，还要在你身上，你好像是女生啊，叫 Emma。哇，嗯，我还以为章鱼先生会去罗塞，没想到他居然来浮游。哎、欸，有吗？你说世界频道、哦？对啊，章鱼没有阵营，不是有那个阵营自己的阵营频道吗？对，我浮游这边的阵营，章鱼先生出现了。哦，我真没想到他会来浮游哎、欸欸！真的耶，已经打快十分钟了，还是他要开小号、啊？
同个名字不能同步使用吧？他可能有空格啊。欸、他们都在捞水啦。但因为他们住附近，可以这样捞啊。他在捞水。我严重怀疑这边应该是一个工位的。欸、对啊。啊，要不要加入他们捞水？一起捞水。捞水，等一下回不去了。捞水，然后把待会重量，待会捞水捞太重，我跟你讲，捞不回去。捞不回去，放他们地上，看给他们捡好了。哇，我已经重的吃力了。不要重量让你捡到吃力，太好笑了吧这个。来，给你啦，给你啦，看给你。不要了，给你，垃圾也给你啦，给你，那、啊、沿路丢垃圾好像不错哎、欸，一二三四，哎、欸，六个，你有没有炸弹丢一下？最好是那种炸弹哦，会溅、欸、有会溅起水花的那种，溅、起水花哦，对。我不知道，我试试看破冰手榴弹杯。好啊。我好认真在挖水。你钓几个是小号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差点忘了，有一个炸药的。等一下。反正这个我放着也没什么用，不如丢下去。我给他们玩，我丢下去玩一下。不、哦，我离远一点哦。嘣！无动于衷，真的是无动于衷。有人贴图了，贴图了。哦，意思是要再增加一颗，我懂那个意思。啊，钓鱼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们拿着鱼竿往他们身上钓。因为我没有鱼饵的、啊，鱼饵没了。哎、欸，我钓一个。刚卖掉了，嗯，你等我一下。我去前面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来，我这边有一个鱼饵。那、啊、OK， 我们就是甩竿，我们就是甩竿。好啊，甩竿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不行哦。这一点不是很我红的呢，红的不掉，太浅了啦，太浅了啦，来啊，好啦，太浅了啦，掉不了啦，你看。真的不行啊！他们都站起来了、欸，甩不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是一起弄的、欸，你看，这个整个大营地是一起用的、欸。对啊。而且看他们这边的配置，就感觉是 PVE